今天来的有点早了，人家这抽水啊还没怎么退啊，咱先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收获吧，瞅瞅啊，找找。哇，看看一只落单呢。哎呦，这应该是个母的。哇，这可以啊，哇塞，这种就可以了，拿在手里你们看看啊，这种哇现在超级肥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个有二两半左右吧，现在超级肥，超级肥，漂亮。抓个好玩的啊，嘿，抓住它了。哇、哦、一个大龙虾，呵呵，哎，看看，哇塞，怎么一个小龙虾啊，这个能不能长成那种大波龙啊？这嘿，这小螃蟹见了我都四处逃窜了，看了没？呵呵，螃蟹杀手来喽，走吧，这个角落里，嘿，哎，这个能不能说啊，呵呵，算了，走吧，太小了。哎呀，小母蟹儿，蟹虽然很肥，但是你太小了，走吧，就抓了一个啊，抓一个大的，这得有二两半，能看见那个螃蟹吗？嘿嘿，公的，个头还行啊，哇，两人打起来了，公的跟母的打什么呀？母的跟母的打吧，公的公的跟打，公母也打。哎呀，两人的架打完了，完了公的给歇了一条腿，看到没？公的给歇了一条腿啊，不行呀，这公的。我怎么感觉这里黑的乎的呢？就这个地方。啊，我说感觉黑的乎着的吧。嘿，还真有！哎呦，这里有一只大的，看我！哇塞，又是只大母，这只有四，有没有三两？差不多，收了，漂亮！这里边，这缝隙里边，哎呦，这个，啊，又来了一个。挺会躲的啊、哦、躲在那小缝隙里面。哎呦我操，这谁的爪子又给干断了吗？这、啊、那里边是不是趴了一只螃蟹啊？在那个位置，妈呀，我这个够不着呀，大点暂停一下啊，我快要、哦、哇，它自己出来了，漂亮啊，是自己往外出了一下的，要不然我这还真够不着它。哎，这里边，哎，哦呦，哇，软壳的，放了吧，软壳的、哦，蜕壳了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它壳是软的，它是蜕壳了。它每当蜕要长大，它要蜕壳的，蜕一层壳的就长大一层。这有个小不点儿、啊，今晚上大的不多。那、哎、那里边有一个，看到没？跑进去了，那个我够不着，今晚的小的多呀，大的少，那小的好多。